这条路的话是竹里线的路，甘肃竹里线。您已进入甘南藏族自治州竹里县。
这边就是走你县，走你县的县城。右转，进入248国道。看样子这个县城也是非常的小啊。这个县城好像也就是这么一两条、两三条街道呢。哇，这么小的县城。我在这个县城就这样子捞一圈算了，捞了就走了。很小啊，这个县城啊。就这样子捞一圈没有了。交警又下来开罚单了。又绕回这边来了。
又绕回这个河边来了。